啊，你们不觉得我怎么在这个底下呀？我等一会儿怎么上去啊，小伙伴们？有人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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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看那是啥？那是啥，小伙伴们？那就是一个狗井。昨天我研究了一下，打听了好多人，结果发现这就是曾经开了一个卡油大店。哇，这里绝对是有宝贝，有宝贝。这是一个狗井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可能有五米高，小伙伴们，有五米高，它的深度啊可能在八米，深度在八米，你们看，哇，除了这里它还有会，它底下还很深，咱来看看。但是据说昨天啊有人看到了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，兄弟们？我这边怎么一包又一普通包？你进去哪里了？小伙伴们掉下去了，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下去看一看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站在这上面了，我现在可以下去了。我下来了，不行，我下来了。哇，这宝贝来了，哇，这个一宝贝，哇，连说话都有回声，小伙伴们，我的天哪，连说话都是有回声的。怎么不行？这里面有东西，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大的东西在动。我的天哪，这，哇，好害怕，我想上去了。哎呀，我不要宝贝了。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宝贝。底下绝对有个活物，有个东西。哇，有个屁股，我真的好害怕呀，兄弟们！快点，咱们看看里面这。哇塞，宝贝，真的宝贝！我们由于这前面全都是岩石，然后没有自拍杆，没有地方放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哇塞，好多好多红鸡皮，哇，这些红鸡皮，哇塞，全都是这个古井的宝贝啊，兄弟们，真的是宝贝。哇，这里面还有一普通包，我的天，哇塞，哇，好多 L 加卡。哇塞，好多的宝贝啊，全是宝贝。哇，小宝宝们今天收获真的满满呀，欧气满满，朋友们今天看得爽啊，哇，全是宝贝，我的天，真不错，这个也带回家，哇，真厉害。哇塞，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宝贝了，我感觉这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洞，这里面绝对是有东西的，它来咬我的屁股。哇，还是早点离开这里吧。哇，这里面有东西，哇，哇，什么东西，我的天，哇塞，好多的卡包啊，哇，小，哎，你们不觉得我怎么在这个底下呀？我等一会儿怎么上去啊，小伙伴们？我爬不高了，我爬不上去，太高了，完了，真的，爬不高。评论区打出这个字，多是卡界天王。ここを押してチャンネル登録するとい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ぜ。よろしくな。我的天啊，这也太高了吧！我怎么爬得上去啊？这么高，兄弟们，这起码有八米高啊，八米啊，八米，小伙伴们，而且这个非常的滑，是水泥的。我的天哪，哇，这可能等一会儿这里面还会，我的天哪，还有什么东西也没吃也没喝，这下可巴比克了。小伙伴们，我要这些卡包有什么用啊？谁来帮帮我，谁来救救我吧，我把这些卡包五五评分好不好？小伙伴们，我巴比克了，小伙伴你们来帮我一下，带个绳子，如果你们来帮我，我把这些卡片全都给你，我一张都不要，而且这些所有的卡包，这里好多好多宝贝，说不定这底下还有宝贝，只要来带个绳子给我，把我拉上去，我就给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然我就要在这里过一生一世了，我可不想在这里过一生一世啊！虽然在这个古井里面发现了好多的宝贝，好多好多宝贝，但是我发现我上不上去了，小伙伴们，我要回家，我在这个古井里面真的好害怕，没吃没喝，还有虫子，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在动，小伙伴们快来帮我吧，我巴比哥了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回家，我还没娶老婆呢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主要感觉要采访的同时，我突然感觉不害怕了。先过好这五分钟吧，这五分钟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。管，先不管了，先不管那些烦事了，等我再想办法出去吧。估计我这辈子都出不去了。哇，中了，中了！哇，今天好卡。孩子，没事，咱们再来一包。哇，中了，中了！第一次在这个屋子里面看到还是很凉爽的，我说话还是有回声。哇，真的，这太好玩了。你看孩子二卡，哇 ，nice。再来两包。你说这些古井的卡包是谁放在这里面的？哇，这里面还有宝贝！哇，这里面真的有宝贝！我看到了，没有一个普通包，哇，好多好多稀有卡包，我家还有一半的荣耀 X， 哇，的天啊，哇，真的好多呀！小伙伴们，你们赶紧带个绳子来，我把这些卡包我们五五平分，好不好？哇，中了！又是一个 S 二卡，心都憔悴，爱抚于冬有。又是一张 S 二卡，宝宝们，这可以说这是我用我的生命拍的视频啊！小伙伴们一定要珍惜，我现在在这个古井里面，我在这里面古井里面用外面这种镜头给你们看拆卡，看看这种感觉啊，拆卡有没有一种让你们很有感觉的那种拆卡的感觉？哇，中了，中了，爸爸，我下电视了，爸爸，中了！哇，一张一万的白金卡，黑暗，哇 ，nice， 不错，再来一包。
网上是一代 SR 卡，还剩最后一波了，那看看能不能做什么好卡。哇，中啊！又是一张 S 二卡，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现在卡也拆完了，东西也捡到了，我今天捡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。蜘蛛，哎，这下面有东西，兄弟们，这边有东西，快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看见没有，好多好多的蜘蛛，我这里面有东西。有怪兽，小伙伴们，我要回家，我现在换一个镜头，也让你们感受一下在古井里面拆卡的这种感觉吧，小伙伴们。心多憔悴，爱付与东流的水，舍命奉献。哇，中了一个 SSR 卡，凭功不作美，再来一波。只会为不过是弹指一挥，又是一个 SR 卡，日复日往，成就谁属我与谁，再来一波。又是一个 SR 卡，小伙伴，我要下去，这个时候有奥特曼来救我就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可能这辈子就要在这个洞里面了，太可怜了，我要下去，我不玩了，我再也不敢捡卡了，我不敢捡了，不敢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下不下去了，我真的下不下去了，太高了。